约会菩萨慈训无师不说性，听到佛音第三遍无师不说性摘录，月映千江光本源会照性离止玄关，菩提金垢皆不受洒道须靠名师传。五本月会菩萨功成，天只降临蓬莱演说经篇，悟缘弟子叩谢老人家世心之恩。如此说来，一切人事行为，都是累世业力驱遣时心所生，犹如梦幻泡影，空而不实。经云：不知诸法空，恒受生死苦。若能悟入二空，便证无生法忍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南无六祖坛经云：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又云：菩提自性本自清净，但用此心直了成佛。周庸云：天命之为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为教。而但用此心与率性，于一指玄关更是异曲同工之妙也。师母是也，修子学教参禅，具图大彻大悟，彻悟之境，即是明心见性，得无生法忍。而修子一心求悟性理真传，即应了悟一切诸法，缘会则生，缘散则灭，非有而有，幻象不实。有即非有，当体是空。渊源生之相即是虚妄。如此见性真实，便能了了。见观森罗万象都是自己本性上，因缘所生为之妙有。故学道之人须明缘起性空。若悟缘性，则脱缘缚。缘性者，缘生之性，即是佛性。十二因缘是轮回相。佛性是轮回性，见佛性则轮回断。缘复者，即是十二因缘轮回之复也。故正性即明了缘生之理，明了缘生之理即证人真性。大乘之教入门便叫观缘生法，为将来悟入正因起见。佛法以空为主说，空以因缘为宗。因缘即是缘起义，缘起即缘生。凡夫不信，迷人不知。小乘全教虽至而不彻底，唯大乘菩萨学佛成者，最须于此着眼。佛说心谛，乃说二空人空，法空无缘生意。二空不无人之时，心造善恶业，故有生尘，而其真心本来不动，实心未累，枉受轮回。当知祸业苦海，皆由因缘所生。缘生性空，故曰人空。根尘亦是因缘所生，根尘无性，一切是空故，曰法空。要知若无于缘生之意，则人法具实真心不显；有缘生意，人法具空真心之显闻。得本法身，即为佛果。法身如虚空，故曰真空。真空体内十方微尘刹海，一切具现。故《涅槃经》云：“佛性者，第一义空。故第一义空者，即是智慧。”又《深密经》云：“若不了知无相法，杂染相法不能断，杂染相法不断故，坏证微妙尽相法。若能悟入缘生。”即证无生法忍，即是大彻大悟。大乘学人当如是行，免之，免之。今夜至此停笔，无回礼天。